你们都知道它是先帝的骨肉，它是从我身上掉下来的骨肉。他可能说话是晚一点，可是立嫡立长本来就应该是他。如果不到最后时刻，断然不能把他换掉。他就是个傻子。是啊。是谁说的？是谁说的？给我出来！ 太后，今天六部议政，先听下大家的意见。六部的意见我已经听到了，他们是在说我的孩子，这个国家的皇上是个傻子。太后，你看，六部九卿大臣们都在，有些话缓一缓再说，还是能斡旋的。不必斡旋了。 若这孩子真是个傻子，那也是我对不起先帝。要不，我下去训他便是。太后，大家都在，注意礼仪呀。若是娘前世的罪孽。 让你现在被人嘲笑，那我宁愿去死。我知道你现在已经可以说话，你已经可以跑了。你跟娘说话，你跟你的王朝，跟你的臣子说句话。站到那个台阶上去，告诉他们你是谁。 站起来！站起来！别过来！站起来！自己站起来！